期女团 SPA 将在本月16日来台为嘉士达集团的尾牙献唱。由于他们是首组接下台湾尾牙商演的韩星，因此近日也有消息指出，活动当天将会祭出超高等级的慰安，引起热议。根据 Now News 今日新闻报道 ，SPA 此次来台所得到的待遇是比演唱会还要高规格的慰安。更有内部员工透露，自从 SPA 确定出席尾牙活动后，公司在各方面都相当谨慎。当天员工除了要核对照片、各资编号外，还得扫描 QR code 才能进出尾牙活动现场。当被问到往年尾牙戒备是否都如此森严时，员工也表示，去年进出只要看员工证，今年特别声明要核对各资。由此可知 ，SPA 简直获得了总统等级慰安呢。